搞笑带给你各种创意，外个攀岩真的很有趣，用脚吃药把药跑掉能有个好身体，不看人往死里真的很便宜，蹲地里点火把你请进锁里去，因为我太能摸我真的伤不起，你做老板娘店都可以送给你，一个人种瓜全楼都收益。哦，街头暗号这个饭店黑道的生意，公食堂公食鱼带来好运气，均盆地产上面有一个特美的经理，妹子才是傻才细，拉个横幅问人心里又伤不起，有才快递员自制防御的雨衣，女人千千万好看都在一站小区，奥特曼来到人间做生意。哦，抽纸抽纸一根小棍放进瓶子里，去贫困工支付累人的标语，这些都是搞笑的创意，外个唱给你，外个社团最无敌。我就死给大伙儿看，牛也能干面，这事稀罕不稀罕，勤劳解放火挥着腰挂足分铲，加口一把火赶快来就餐。哦，放火放到还要防止各种的诈骗，就像 QQ 经常不下线，你家饭店我家超市他家门窗边，三家店面紧相连，楼盘的广告语卖到电视赚到钱，洱海来宣传生哥哥哥来作伴，拍片太长了不知要写啥一页，坏知识变回即使不一般。哦，眼睛偷到各种垃圾围着要罚款，刚还我老子好百年的祖传，自相矛盾贴过的膜已经20年，围绕地球三圈半。